目标正前方300公尺，冲锋前进。是。情场如战场。好，范老板，你对这广告影片还满意吗？好，很好。这是谁的构想啊？这是我们两个的杰作。希望能一鸣惊人，来为你的产品顺利打开市场。喂，菲菲广告公司，我是。好，好，啊。哎，表姐，总经理找你。哎，你看他找我是公事呢，还是私事呢？哈，谁知道？说不定请你吃晚饭。他请过你了。嗯，烦死人了。哎，对了，他如果请你的话，我们就跟以前一样，一道去，好好吃他一顿。嗯，我去看看。我觉得他们有些古灵精怪，哎，我们还是得注意一点才行。我们公司一向有口皆碑，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嗯，哦，对了，我得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到游泳池拍片。先生要不要？哎，来瓶可乐。啊，小芳，那边的客人要瓶汽水，要什么？啊，好。小心哦，别晒坏了你这身细腻的皮肤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抹上了防晒又能滋养皮肤的妙妙油霜。嗯嗯，好了， OK OK 了。哎，你们休息一下啊。哎，我们游泳去吧。好，走。一直向前走，走。好，停，回身，看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天喜啊，过来一下啊，留一点。哎，先生，这什么牌的泳装啊？啊哈哈，这是最新式的神秘牌泳装，能保持女性的曲线美，又能防止色狼的侵袭，保护皮肤，根本不必买防晒油霜了。你两个女好面熟啊。你呀、啊、看到女孩子就面熟。长得不错。的确不错，走。来，我们跳水吧。哎，哦，好。一二四三二二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一二三。哎哎，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在这里、哎。你们也一起来吧。游泳啊，对，游泳。好。哎。哎哎啊！我不会游泳，我有洪水症。哎。啊啊！救命啊！哎，你们快快！哎呀！表姐，怎么办？啊！哎，表姐，啊，他没有呼吸。哎，我们口对口人工呼吸。
啊。昨天想一亲方泽，结果到现在还有点辣辣的。哎，我们同病相怜。嗯，哎，那两个妞挺正的。嗯，可惜没留下地址。哎，哎，请畅听福音，愿神与你同在。谢谢。孩子，你看这个，你就会知道。上帝的力量是奥妙的，能够创造奇迹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发现奇迹了。没关系，你拿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真是奇迹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跑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对美容很有帮助的。表姐，是昨天游泳池那两个色狼，哎，别理他们。嗯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没有主意，我们各个寂寞。小姐，我叫于天琪。我叫张雅，小姐请问芳名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小姐贵姓？想再耳有光啊。我们可是学过少林拳的。哎哎哎，别误会，我们每天都是跑步上班的。是啊，一来节约能源，二来运动强身呢。哎，他们又追来了呀，跑快点。嗯，哎，他们跑快了，快跑。哎，不见。哎，他们来了。又见到你们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借用一下。谢谢啊。你把我当司机啊。哎，表姐，昨天那两个又追来了呀。嗯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嗯，这怎么办？哎，管他呢，怎么还不会来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我坐我坐，哎，你学，快点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进去。没追来了，一定是腰酸背痛爬不起来了。哼，真没出息。哎，星星，你喜欢他们追来？哼，才不能。哎，他们追来了啊。表姐。你听见没有，他们还真对我们有点意思。哎，小声点。哎，是他们两个呀。哎，如法炮制。嗯，你可别又追丢了，路口车可不轻啊。
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从上面摔下来的。原来他们家住在这儿啊。哎，快点。快点。哎，好。原来他们住在这儿啊。哎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。哎，我们接下来呢？哎，让我动动脑筋。你快蹲下来，我上去。外户而不避，孔子的伟大理想大同世界已经实现了。我们应该进去礼貌地拜访他们。我没带礼物。哎，有了。怎么了？蜜蜂叮我的鼻子。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哎，你怎么好了？好了，进去吧，进去。我先进去。我年纪比你大，长幼有序，我先进去。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。你看，跑，快走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你快！拜拜。哎，太不灵光了。我一向在情场上总是横冲直闯，哎，从来没碰过红灯啊，所以人家都称我是调情圣手。是。庞东先生，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前辈。前辈，以后你们要是碰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帮忙到底。好极了。那请你先帮个忙，这房租是不是可以？房租啊，小事情，从下个月起房租减少一半。啊，真的？太可爱了。谢谢你了。你们等一下吧。有话说完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年过二十五，一破没人补啊。若要有人补啊，再过二十五。哎，你怎么变那么悲观呢？接连受挫，我已经灰心了。哎，马有失蹄，人有乱神，我们要再接再厉啊。说的是啊，只要我闭上眼睛啊，满脑子都是那两个妞的影。什么？你想一箭双雕啊？我揍你。你不要那么凶啊。好，我追那个吻过我的。好极了，我追那个我吻过的。我只要想起他那对含情脉脉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我就飘飘然。我只要想起他菱角般的樱桃小嘴，我心里就痒痒的。哎，张雅，你相信一见钟情这回事吗？我相信这是缘分，也相信金尘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对，我们赶快采取行动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用热情去征服他们，让他们拜倒在我们的西装裤下。对，追求只要不怕苦啊，破裤啊就会有人补。对。蹲下。
鞋底啊。放我下来，快点！这干什么？嘿，你等着瞧，这下保证安全可靠，万无一失。小姐，自从在池边相吻，哎，不，相逢，我就知道，爱神之箭已经射中我俩。你的倩影始终在我的脑海中盘旋，你是我理想中的白雪公主，你是我心中的安琪儿。哎，表姐，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呢？没反应吗？奇怪，你们再啰嗦我就放狗咬人了。门关着，不用吧？哎，让我来。哦，我的梦中情人，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那天池边，我们早有肌肤之亲啊！哎，不要乱用成语。我们一吻定情，相信你已知道我的热情如火。我的热情就像一团火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狗来了！狗来了！哎呀，糟了，我完了呀，夏小姐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马老板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的妙妙防晒油霜啊，现在是一点都不妙了。自从你们拍了广告片以后啊，现在不但没有提高销路，反而是一败涂地呀。这怎么会呢？我们一向很认真要求作品的水准啊。水准？嘿，这水准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各地的经销商啊都跑来退货。哎，更气人的是啊，现在大家都买什么神秘牌的泳装。哎，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呢？你们说嘛。哎，马老板，你先别急，我有办法啊。哎呀，去，要想办法你去想，我要去割头寸呢，3:30到了啊。哎，马老板。哎，易主任，啊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哎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啊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易主任，算了，这好，再见。哎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临时变卦了？这笔生意砸了，马老板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这不能完全怪他，追根究底来说，是那个神秘牌泳装坏了事。我听说这泳装是大头脑公司负责宣传的。哦，大头脑公司。对，哎，没错，就在这儿。表姐，我们要不进去？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冤家死对头。哎，好小子。请留步，慢走啊。我有办法让他们注意我们。好，王蒙古。哦，你们按照这个计划把这部影片呢拍得尽善尽美。
下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等我们。志明。在那边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在那边，只要在那边，哎，你去，你去，去，你去啊，你去吧，我们才去，哎，你去，哎，哎，去呀，哎，哎，你看。我有办法，可是哦，小心点。晚上请两位至舍下便餐，地址是翠园路15号。哎哎，哎，表姐，你确信大头脑公司那两个男的会来吗？他们一定会来的。嗯，再等他们。不，我已经想好了一条妙计，我要他们乖乖地把广告计划跟构想说出来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哎，小姐，果汁调好了。好，晚上没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哎，好。这种酒啊，掺在果汁里，喝起来没有味道，可是啊，后劲无穷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等他们酒醉以后啊，就什么话都敢说出来。这就叫酒后吐真言。嗯，啊，我去拿录音机。好。嗯，酒后吐真言。哎，我再多加一瓶，让他们醉得更快。哎，奇怪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呢？等一下，我又想起一句俗语，再教教他。嗯啊，哎，才子配佳人，说，才子配佳人，说，配佳人。哎，才子配佳人。别闹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欢迎光临，哎，里面请，请，谢谢谢。我叫夏安琪，这是我表妹江欣欣。我叫于天琪，他叫张雅。请多多指教啊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小礼物。啊，谢谢。说，哎，表老师姑姑，这个好球。哎，这只鸟真通灵。鸟语花香，多富于 romantic 的味道啊。哎，嗯，你不要着急。二位请坐。哎，谢谢。请。请坐。哎，谢谢。我来给二位盛果汁。嗯，谢谢，我正渴啊。好，不敢劳驾，我还是自己来。啊，对，不必拘束。哎，你们快干呢。哎，啊，请用。啊，哎，承蒙两位姐妹花盛情相待，实在荣幸之至，我俩时有如坐春风、心猿意马之感。
你少乱用成语。哦。哎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就醉了？哎，你灌他酒。来，我敬二位一杯。啊。我也敬二位一杯。啊，哎，好。来，敬。我也不知道。张幼兄，你先请吧。不，你先请。哎，不不不，你年纪大一点，长幼有序，你还是先请。这是怎么回事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糟了，九点半了，我们还要到蒙蒙谷拍广告片。小姐，我们昨天晚上究竟做了什么？我们不是要灌醉他们，得到广告情报吗？嗯。结果呢？可是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我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录音机里一定会有，走，我们去听听。哎，这什么声音啊？我不晓得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张雅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你了，星星。星星是你。哎呦，你刺痛我了，天气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胡子吗？表姐，难道说我们也醉了？这怎么会呢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嘛？情报没取到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能就此罢休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他们不是说要到蒙蒙谷去拍片吗？我们也追去。好。啊，孩子在家人，谁去配瀑布？瀑布。什么什么？谁去配瀑布？你说什么？笨蛋，笨蛋，我也没说错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开始拍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哎，他们的成功一定有他们的道理。嗯，等他们开拍，我们把过程记录下来，作为借鉴。哎，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？啊，摄影师，准备。好，道具拿来。好，快。哎哎，来了，开拍了啊！要好好的拍，把光打好。哎。把光打好，笑什么？拍了啊！预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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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你在吃什么东西啊？喵喵猫屎。喵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一只猫，玛丽。玛丽，玛丽，玛丽。喵。啊。喵。喵。咔咔咔咔咔。OK， 摄影师，过来一下。好。这下面这个镜头要从这儿开始。张亚，你看变天了。对了，有台风警报吗？好像发现我们嘞，他们俩怎么来了？我们吓唬吓唬他们。两位，请休息吧。嗯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好。过去看看。哎，等一下我们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别跑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怎么样？脚扭到了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扭到脚脖子。啊！哎！不要怕，那是假虎。哪扭伤了？我先抱你回去吧，啊！我背你回去。山边有小河，河里的鱼儿多，鱼儿也不知道，小河里的几缕波，有人在祈祷。乐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很抱歉，过去让你吃了不少苦头。哎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嗯，你发烧了。你才发烧了呢！泡上热水，
你的脚很快就复原了。谢谢。烫不烫？嗯。热不热？舒不舒服？你可看到？哎呀！哎呀！对不起、啊。还怪我过去让你吃那么多苦头吗？如今苦尽甘来，不是更甜蜜吗？梦样的美妙，好花样的美好，你可看见？你可听到？风在林上好，鸟儿好吃。美丽的春天，还期望着我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好黑哦。好极了。电瓶的正是时候哎。这一切你知道，一切的一切我明了，我愿与你分享。这是我最近买的月光表，好有意思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冲动啊？跟你这人在一起太没有意思了。哎，谢谢谢谢啊。对不起，我是逗着你玩的。你好坏，你好坏啊。那一切我明了，我愿与你分享真理。好烫啊。哎呀，哎，电话。喂，啊，是欣欣啊。啊，好啊，好，回头见。是欣欣打来的，今天是周末，中午一道吃饭，吃完饭到新公园散步，该起来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嗯。姑娘的酒窝，谢谢。哎，一定是张妈来了，我们也该上班啦。安琪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被张妈看到多不好意思。哎呀。安琪，我是总经理呀、啊！啊，快开门呐、啊！快开门呐、啊！安琪，总经理，嗯，安琪，你跟欣欣。这两天怎么没去上班呢？我跟欣欣看一些外景去了。哦，欣欣呢？她又到新公园看外景去了。她不在。哎嗨、哎。啊啊！我恳求你的仁慈，怜悯爱情，哦，让我整个拥有你啊，整个的，那身姿。美色、眼和手，和你的吻，以及那胸脯玉洁、温暖、透明，除有万千乐趣，哦，通通我要。总经理，这些诗你应该念给欣欣听去。怎么说？欣欣曾经跟我说，他说他很欣赏你的风度，他还说你很像电影明星韦红，哎，真的，嗯，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总经理，我的安琪，姑娘的酒窝下下，姑娘的酒窝下下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公司总经理啊。嗯，那你又是谁啊？
我是经理兼女秘书啊。哼，难怪那么亲热。哦，那身姿、美色、眼、手，还有你那热情的吻，啊，通通我要。你。谁啊？是我，翠英。啊！哎呦！董事长，你的年龄啊？怎么啦？你嫌我老了？我才30。完了，30如狼。董事长，叫我翠英。嗯，翠。啊，住手！星星，张扬，你个骗子！谢谢。张雅，我还以为你很老实呢。董事长，你饶了我吧，公司男职员那么多，你就随便挑一个当总经理好了。什么？你对不起。哎，星星怎么了？他骗我，他是个爱情的大骗子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，菲菲广告公司。安琪啊，我找了半天怎么没看见星星啊？他一定会在的，你再找找看。哎，好吧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差点忘了告诉你。有一个华侨回国，要找人拍摄一部全球性的广告影片。哎，这个影片的预算很高哎，你要想办法跟他联络。什么？他人在哪里啊？哎，这位王先生呢，身体欠佳，住在中华医院休养。很多同行都在竞争，你要去争取哦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走。喂，董事长，是，我马上去。张亚，只准成功，不许失败，你要将功赎罪，否则啊，你这个副理就别想干了。是。将功赎罪，我是何罪之有啊？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哎，走吧，我慢慢告诉你。
拒绝会客怎么办呢？嗯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管他了，我们敲门。你们找谁？啊啊！你们是来看王先生吗？哎，是的。对不起，王先生目前需要绝对的安宁，医生吩咐过，不许探病，请你过几天再来吧。嗯，我们只耽搁几分钟，请通融一下吧。职责所在，恕难照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就不便打搅了。王先不准会客怎么办？我们要动动脑筋呢。清扫过吗？快去扫厕所。啊，厕所啊？是啊，一天要清扫两次。是。哎，别偷懒啊，清扫好了请医生查看一遍。是。是实习的啊，哎，是的，是的啊，跟我来啊。嗯嗯啊，请进来吧。嗯嗯，坐。嗯，已经打扫好了，请你去检查一遍。嗯，怪不得味道不好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啊！哎，叫你办事，你跑去扫厕所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我是……哎，别说了，快进去吧。啊，
我有点紧张了。哎，不要怕，这样别人认不出我们。睡得很熟。 哎，等他醒了再说吧。哎，夜长梦多，万一护士长来了又把我们赶出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对，哎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怎么没声音啊？哦，对，没带上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原来是你们两个假扮医生，把这两个小子给撵出去。啊，表姐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我们跟去看看。嗯，虫子变，变则通，这次我们终于顺利通过了。对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，你看我们变多好。对，走。检查。哦，好。好，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？男孩女孩一样好，我都喜欢。看你肚子那么大，恐怕是双胞胎吧。谢谢。你在这儿好好照顾他啊。是。快溜吧。哎，不行啊，护士长还在那边。哎呦怎么了？有人拉我腿毛啊。哎，声音细一点嘛。示范的，啊，不，是，是就好了。坐下。啊，刚才急救包扎法已经讲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示范。哎，你上来。啊，上来。我。哎，快上来。注意看，假设这是个重伤的病患，
我们不能够随便移动，要小心的包扎。你到这里呀，我到这里，你到那里呀，我到那里。有紧急任务了，我们快行动。是。你妈什么血型啊 ？O 型。我们也是 O 型，走，救人要紧。哎，怎么搞的？头晕眼花。哎呀，你真是没用，输那么一点点血就头昏。谢谢两位大哥。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这点钱你先收下，快。谢谢。不要再伤心了，快去陪你妈妈吧。谢谢。哎，穷苦人家的小孩比较懂事，也比较惹人怜爱。但愿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女能早日快乐起来。哎，走吧。哎，对。哎，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溜进去啊！哎，对对，弄错了，错了，哎，弄错了，弄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真正回国拍片的姓汪，他人在国外，汪跟王呢只差三点水，我呢只是他的好朋友啊。啊，好啊，好，原来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俩还没走啊？何总经理，你是广告业巨子，最近可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发表吗？哈，不是吹的。
明天我只要接到一个归国华侨，我就要筹拍一部全球性的广告影片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是他的照片。帮我加点冰块。好的。失陪一下。上哪儿？我们还看电影，还有很多节目哎。我有点重要事情，我先走了，再见啊。金小姐，等一等。再见啊，金小姐。先生啊，你还没付账啊？你还没付账啊？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啊？那个姓汪的华侨明天下午回国了。经理，不会再弄错了吧？不会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笔生意弄到手啊！我明天下午提早到飞机场把他给接走。对，先下手为强。好。去睡觉吧。谁呀？是我，金董事长。是赤壁李四郎，我怕他。你要到哪儿去？我也怕他。让我躲一下嘛。不行。你在这一份，我进去。董事长好。还没睡啊？没有。张雅呢？天琪呀，快来帮我擦擦背嘛，快嘛，好不好啊？快来嘛啊！这姓汪的华侨，明天下午就要回国，到时候会有其他的广告公司要去接他，你跟张雅负责一定要把他接到，要不然你们两个就另请高就。对不起。哼。怎么，跟女朋友闹翻了？不是，他是我们董事长。有事吗？收房租啊。啦啦啦哩哩滴答啦啦啦啦滴哩啦啦啦啦啦哩啦啦。别跳了，出来吧。是不是已经走了？他走了，又来了一个收房租。喂，薪水呢？你不是送给那个小妹妹了吗？下个月一起付好不好？又要下个月一起付啊？我，你没见过我？好，房东啊，有件事你要帮我忙啊。没关系，有话直说好了。好不好？这真刺激，
我生平最喜欢看那个惊险的侦探片，这一下哎，我可以上场过瘾了。你可要演的逼真哦。没问题，我从前演过话剧的，包君满意。哎，好。这是自然，越自然越好。接汪先生的，哎，会不会跟我们同行也是搞广告的？也许是旅行社的。哎，不管他，你去吧。哎，要不然是华侨的派头。什么华侨的派头？哎，就像你来向我们收房租一样。哦，对，好好，哎，等一下。我叫安琪，这是我表妹欣欣。久仰久仰。长城的旅途，汪先生一定很累了，我们已经为你订好房间了。啊，谢谢。成功了，就是。汪先生这次回国有什么计划啊？你不是汪立新先生吗？怎么搞的嘛？你干什么？我们是大头脑广告公司派来的。哦，原来你们就是大头脑广告公司的。对对对对。请上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来，我们敬汪先生一杯。两位太客气了。请。鸟儿在叫，美丽的春天带给我温暖。对不起，我失陪一下，请便。您觉得这里还可以吧？好，是啊。对不起啊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这回得用金蝉脱壳之计才行。换班了。哎，刚刚我好像看到于天琪鬼鬼祟祟的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领班。好，我是今天刚来的。哎，站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帮忙去上菜。是。哎，来，我们点的菜怎么还没来？对不起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于先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大概是拉肚子。我失陪一下。你怎么在这打工啊？我是骑虎难下。哎，你愣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快上菜啊？快去快去，就是那桌那桌。哪桌？哎，那一桌嘛。哎，你看什么？快去快去啊，那快嘛。Thank you.
便。小姐，请把剪刀跟胶纸借我一下。给你。谢谢。房东，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哎呀，我不演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紧张，你摸不开，我紧张得多厉害。好了好了，快去，你不知道我一紧我的尿都要出来了。是姓汪，没错，我叫汪可达。你是谁叫你冒充汪立生的？倪天琪跟张雅。啊，是他们两个。他们人呢？在那边。汪先生，我们先走一步吧。倪先生还没回来，他去安排广告影片，请你指教。好，请。汪先生，请教你的评语。我就只有一句话，太好了，我对你们很有信心。合约来了。哎，安琪，琪琪，好啊，原来你是个女间谍。于天琪，你叫人化妆成汪先生来骗我，你自欺欺人，你太卑鄙了。我不晓得，你们是广告公司的。张亚，你也是。我们别说了，这个还给你。安琪，哎，你听我讲，你赶紧走吧，走。你要带什么回来呀？哎，安琪，走。哎呦，西西，安琪，安琪，就哎呀，安琪，安琪，安琪，回来，回来。我看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汪先生，这我全都明白了。再见，汪先生。两个饭桶，你们两个都是饭桶，给我滚蛋！哼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滚！哎，不用滚，我们自己走。啊！哎，你，菲菲广告公司。哎，安琪嘛，我是天琪啊。你们狼狈为奸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光火。哎，西西。
星啊，我是张雅。星星啊，我怀着戴罪的心里向你认错。胡言乱语，鬼话连篇，哼。不管你是于天琪或是张雅，我只有一句话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哼。喂喂喂，这样你就打不进来了。哎，痴情女子负心汉，二位遇人不熟，哎，真是令人同情啊！过去就让他过去，走，我请你们吃饭，啊！哼，气都气饱了。哎呀，气他干什么？哼，气的是你。哎，我请你们吃饭。走开！人呢？啊！哎，我们到关冷车上去找好不好？好，哎、走。好漂亮！哎，我的妈！啊，舅舅，我们再去玩别的。哎呀，你是？哎，你们。贾华侨，哎，嗯，啊，汪先生，汪先生，啊，原来是两位小姐，我从电视上看到你们拍的广告影片，够小心，画面美，我很愿意跟你们合作。谢谢你，可是我们不想干了。为什么？这，我们不能忍受被人戏弄。其实大头脑公司的两个小伙子的确是很有才气。哎，是那两个大哥哥。你认识他们？舅舅，他就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哦，小芳，就是他们两位。嗯。小妹妹，你能详细一点告诉我吗？我妈妈的生命就是他们救的。哦，我一直找不到他们来报答。嗯，为善不欲人知，真是难得。嗯。怎么了？哎，房东先生，房东。啊，小妹妹，妹妹，谢谢你们两位救了我妹妹的性命，太感谢你们了。啊，他
她是你妹妹。哎，哎，欣欣，安琪，欣欣，安琪。啊，为了感谢你们两位，我准备把广告交给你们两位去做。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天琪，我可以参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张雅，这叫夫唱妇随，瘸驴配哎，才子配佳人呢。哎，张雅，哎哎，你不要昏了。我不是婚，我要结婚呢。哎，神父，我宣布你们两对成为夫妻。一切的一切，我没有。